就好了，真希望你是个 DJ。今天严爵真的是很辛苦哎，他这个焚身乏术哈，因为他刚从美国回来，然后我想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庆祝一下我们的周年庆。OK， 来三二一，我们庆祝一个一个。好好好，会等一下，你要去。好，只是怕冷场，先帮我们垫一点。后面的朋友就是会拿一个餐盘到后面哦。好，有没有很兴奋啊？又可以看到严爵了，等一下再赠送一个礼物好不好？严爵，等一下赠送一个礼物好不好？四年后因为开一个完整的演唱会给大家。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要再等两年哦？这几年我的创作可能只会在服装上看见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听到了，就是我们用行动，就是把严爵穿在身上，这样子是不是？是吗？是吗？感觉我的皮不够。好，那就是要多吃一点，然后把皮撑开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想大家今天都是因为喜爱严爵的音乐，还有我们今天也真的是知道说他除了用他的歌声来温暖大家，他也用他的行动来支持我们这些失心的孩子，所以我们一起来举杯庆祝我们的英国英狗周年庆，然后我们一起说严爵我爱你。哎，什么还没有？谢谢各位，一口一口一周年 party 圆满成功，谢谢你们，干杯！我看大家的表情，好像不是很喜欢红酒。这个节目最精彩的压轴表演了，希望所有的人可以来到舞台的前面，我也会亲自站在前面跟大家一起 party， 大概这么近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RPG。